这个地方是佐丹尼斯的正门口。停下来之后呢，导游人员要马上从旁边那边进去。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团体的买票的地方吗？要在那个地方买票。这时候呢，买完票之后才能够到后面去发给客人。它的右边那边有厕所，如果很急的要上厕所，那边可以上。然后呢，它就会有人来做一个导览介绍，然后呢就跟着导览人员一直的往前走，提醒旅客千万不要走散。导览人员基本上都有受过园区的训练，所以会沿途介绍整个城堡的大概的一个简介。那之后呢就一直跟着走，所以在门口买票的地方要记得人数跟他回报，因为上面都有旅行社入园的正确人数和旅行社的部分，所以呢要确认完之后会给一张门票，就是登机证的造型跟一张餐券，餐券面值啊50块有两张。那当然它有很多的活动，到时候可以看看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沿着这边都有一个雕像，之后呢就一路呢走进来，一定要记得跟着导览人员一起走进来不要落掉。之后呢它会停留在这个地方，圣诞树上方，后来介绍穹顶，介绍完之后当然有一些会介绍什么。这台车是载过伊丽莎白二世的坐车，然后呢，整个楼层，当然有些介绍那边是服务台，当然也会一路呢带着喷尼客人穿越之后呢，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会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那我们集合的地点呢？他会说是在芦苇丛的下方。那这个地方呢讲完之后呢就自由活动解散了。它的两旁一边是精油区，一边是化妆品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白色帐篷。白色帐篷呢楼梯下去就是我们游览车要集合的地方。因此当我们刚刚在平台的时候园区的导览人员会跟客人说在这排芦苇松的地方来上车。那下去之后呢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上车的地点，左边是男厕，右边是女厕。